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韩国有一个叫做 Ask 的网站，这是小学、中学、高中生用的比较多的，可以用匿名向朋友提问的网站。而昨天韩国论坛突然出现了一个 Aespa Winter Ask 被曝光的贴文，而引起了一阵饭圈的争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被曝光的 ask 内容。如果可以弄大身体的一部分，你想要哪个部分变大？胸部。你男友的朋友中有。闭嘴。原来你有男友。嗯，怎样？很遗憾吗？因为是破镜重圆的家伙，所以要对他好点。你有看 X 的 Showtime 吗？看呢，一直在等待开的裸露。他也很性感，原来你喜欢性感的人。看腹肌后爱上了。你好色，呵呵呵，我很色。然后也有很多18干掉你穷那等等稍微的脏话。其实到这里内容也只是小学生、中学生朋友们之间一般会说的内容。但是是谁？ 김구是韩国人非常尊敬的伟人，김구是谁？狗崽子，KKK。 因为这个 ask 账号名是김민정疯狂美丽，而 Winter 的本名就叫김민정，所以就有很多跟风的希望这是事实的网友们集体留言大骂 Winter，竟敢侮辱김구선생님，没有历史观念无脑，好色，尽全力的抹黑 Winter。当然这个时候也有很多正常的网友们、粉丝们留言，只是名字一样就可以断定是本人吗？根本就没有是 Winter 的证据。但是黑粉们无视这一切，只是留言，不要护航了，实锤了，把正常人当成是脑残粉。然后昨天 aespa 在韩国 Golden Disc 拿下了新人奖，但是 Winter 因为生病没有参加颁奖典礼。 结果这些黑粉们就说，是因为 ask 被曝光了，所以逃跑了。你뭔 개소리야！ 虽然有粉丝们找到 Winter 的真账号上传到网络上，但是黑粉们又开始要求那些不是 Winter 真账号的证据。啊！ 但是没过多久，一位与 Winter 同名，也是同年出生的别的中学出身的 김민정 在网上发文表示，那个被曝光的 ask 账号是自己的。我是杨三중앙중的 김민정， 虽然我也是01年生，但我不认识 Winter， 不知道是谁盗了我的 ask， 现在非常不高兴。可以认证吗？怎么认证呢？请上传중앙중的毕业相册以及有 김민정 名字的身份证。这位本人亲自上传了毕业相册跟身份证，并表示自己的个人资料被泄露了，会对散播自己各自的酸民们提告。结果黑粉们开始集体删掉自己的留言。 我有时怀疑，网络上是不是有黑粉培训班？怎么这些黑粉们每次都是自己创造争议后，再要求粉丝们拿出不是的证据，还嘲讽粉丝们护航，说粉丝们是脑残粉，然后最后被打脸的话就删文逃跑，整个流程每次都一样。 哎，刚才还那么被骂，原来是错误的讯息。Winter今天因为生病都没有参加颁奖典礼，真的好心痛。刚才说Winter因为账号被盗，所以没有参加颁奖典礼的酸民们都跑哪去了？就好像是在等待有黑料爆料，马上就出现了几百个留言。这论坛都是些陶醉于行侠仗义的小学生们吗？先骂之后出现证据的话，不是就算了？这种态度真的太恶心了。哇，那位素人应该也很生气吧？只因为是同名。 真的很神奇，网络什么的，媒体什么的发达的话，人应该要变得更聪明。但是反而越来越容易被骗，然后就算以后解开真相了，也不会承认自己被骗的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太丢脸了，不但不会承认，反而会更加攻击那个真相。结果说要提告的话，就马上删文逃跑，无限反复。 所以，当我们看到酸言的话，不要盲目的相信，也不要去回复他。你对他认真，就会让他有成就感的。OK， Winter， 快快好起来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喝东西的时候很性感的奶奶一斗，这位就是방탄소년단친。